What's your station? Identification， 请你给我时间讨论，让我了解你的身份。不管什么结果是真的还是骗子，让这个线索把你真实面目给揭穿吧。像佛所说的，普度芸芸众生，可压力越来越重，我们又得不到重生。是政府在操控，当痛苦把劳动的民众压倒，却没有得到任何包容。说唱，政府只让我说积极的，必须对共产党有利，向上有意义的。CCTV 不让播我所说过的，但那节目看完了，我也并没学会什么。太多的秘密变成了一道道谜题，但我们没有谜底，变成了心底记忆。我要你记起，是谁犯下的罪，是谁把你灌醉，是谁是白是黑，是黑吃白还是白吃黑，你不会明白。就像个白痴一样活着，放弃自己的未来。新闻联播的对白有多少事实隐瞒，本该平凡的数据经他脱口变得精彩。财经报道给你施加的压力，已经让你大脑麻痹，发起新一轮的夹击。从经济上、思想上、肉体上框你，就像装逼。诈骗案到底谁才是主犯，这只是一个手段，让贪婪的官员贪钱，还不用担心触犯法律。胆大包天的发布新闻条款，明目张胆坑蒙拐骗。我要你注意两会召开的目的，谁是主席，未来三年内的主题，讲着人权却又禁止言论，谁他妈给你这个权利，让我别随便谈论。如果我敲诈诈骗，别他妈逮我，你们出的条款其实和我性质一样。如果我去发廊按摩房，别他妈逮我，你们去宾馆开房其实和我目的一样。如果我砍死谁弄残谁，别他妈逮我，我用的只是管制刀具，而你们用枪。如果我太张狂嚣张，别他妈逮我，你们做的事儿其实比我还他妈流氓。政府这边开会表达这房价必须控制下压，那边楼盘急需涨价，直到政府放话。够了够了，这钱已经够花，明面说是发展经济，暗地里挥霍发家。这就是政府下的套，给所有老百姓包括你我耍的招，欺诈我们留的每滴血每张钞票，回头我们还得傻逼似的念他好。我就操你妈呀，胡锦涛他们不让说，血腥暴力的电视台还不让播，不让脱的衣服政府官员随便摸，不让我说你他妈还想不想让人活。我不想问班禅到底怎么死的，他身边那些武警都是干什么吃的。西藏暴动市中心是最乱的，驻扎的那些官兵都是干什么使的。非典到底死了多少人，还在隐瞒中国人，到底有多少人成了冤魂。河南艾滋病还是新疆分不清，到底是谁带到北京让无辜的人丧命。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的数据分析，中国同比没有增长的还有两大问题。我不想攻击你，但这问题让我痛惜，因为第一是工资，第二个就是空气。如果我敲诈诈骗，别他妈逮我，你们出的条款其实和我性质一样。如果我去发廊按摩房，别他妈逮我，你们去宾馆开房其实和我目的一样。如果我砍死谁弄残谁，别他妈逮我，我用的只是管制刀具，而你们用枪。如果我太张狂嚣张，别他妈逮我，你们做的事儿其实比我还他妈流氓。一直喊着要做中国主义特色社会，但是油价非要跟这世界接轨，我就不明白了，这时候怎么不特色了？中国的那些特色方案怎么不接着嘚瑟？你不想看见我没关系，你装作看不见我的生活。你所谓的堕落带给你的感触，让我自由自在。 Look in my life， 你不会看到太多期待。中毒污染空气的工厂随便盖起，所有文化气息的房子继续拆起。 Check it， 民族大团结说是和和睦睦，事实上你比谁都清楚，拥堵的交通都是规划不合理导致，还包括交通管制、车祸现场警察来迟，该办的实事没有一件拿下，可是该享受的权利你们没有一件落下。你可以像只狮子吃了你的民众，还不用担心有人会反动。
也可以像只野狗，恐惧的之后只会冲我怒吼。面对社会的繁荣，你应该去反省，别总琢磨怎么防止大家看清把你撼动。你可以说我反动，这正好可以证明你已经被我触痛。如果我敲诈诈骗，别他妈逮我，你们出的条款其实和我性质一样。如果我去发廊按摩房，别他妈逮我，你们去宾馆开房其实和我目的一样。如果我砍死谁弄残谁，别他妈逮我，我用的只是管制刀具，而你们用枪。如果我太张狂嚣张，别他妈逮我，你们做的事儿其实比我还他妈流氓。